光阴时间啊，岁月如梭，已经结束了。今天已是大年三十晚上的，我们这个杭州人啊，一规矩的，大年三十晚上的呀、啊，大家都要贴贴个一副五日对联。贴了五日对联，一问人家可以太平五日，四季平安。哦，王公公一听好了，哦，陈夫人一听好了，我们门口有没贴好啊？啊？哎，这个丫儿发昏了。到这个辰光啊，五日对联还没有贴出来。啊，居心丫儿在那发誓了，好好叫他出来，要训他一顿，好好叫等他站一站。居心啊，你睡觉了啊？居心啊，居心我的老子啊，哎，好起来。教你两声居心不答应，教你居心我给老师你都答应了。你说人家这个你不能管我个，管我啊？不是你等我人烧房子么打头？哦，我们那做事体，你喊个两三么应该分清去。嗯，第三三他晓进去，下次要不答应么糟蹋他个。倒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奶奶的房子奶奶的，奶奶的居心我的老子们记住，你老一的便宜你都要讨，不是真心了。哦，你要送出来，你是说给落地的儿，说外客不是啊？我也不懂你别播，好好啊，我老一没有家属做的其他啊，跑过来啊。这个你跑过来就是汗毛淋漓的，你还没跑过来听哎，我呀，这个你一冲就冲过来啊！站在崖边哦，你们是地下人哦，我是山镇人哦，同你们是心智不同哦啊！哦，哥们，你到边上放哎，我去，不是，那你那大概差不多呀？哦哎，这个话又再不错。雨欣啊，哎，来呀！今朝是啥个日子啊？今朝是十字特殊日一样的十字。哎，这个我还晓得。哦，今天是啥个十字？我今朝么是特殊日呀。嗯，你们苏州人叫土日呀。对的。我们杭州人不叫土日呀。哦，叫啥？叫年三十晚上的。像你三十晚上的吧？这个玩意难听不难听？不是，今朝晚上的是明朝比天上的晚。要死要死！哎，你这个汉字话又说不来嘛，你就不要说。是我听了难听死了。你啥话我还不记得好听。我们汉字那叫你三十万人的。哦，怎么要跟你一道放？哎，今朝是你三十晚上的嘛呢？你以为哪喊呢？哪还不有这个男孩子？是，因为你三十万年的经历的最黑一天啊，最黑一天就是没见一天。老爷，嗯，你这个不能上房啊，啥事体要你啊？我的，那今朝不去安排你了？哎，安排。不是，明朝可来不及是吧？他都去你那孩子？不是，那人家就去你。哎，你不要发火，我不是安排你。你那还是啥脾气啊？我连上新山都安排你。新山是死没开心。你上连不中人了。江太公才是绝对是林学生。哎，这个东西好像是。他是白的。哎，亚日说话我当你无脑。哦哦，这个没讲一天，不是我老爷做人的没讲一天。哦，今年的十四没讲一天。哦，今朝的你家长。哎，今年的十四过我了。哦，本年嘛就叫水利。哦，叫水利。同意是啊，对女感情啊，哎，女不人。我们是水利，他们能明白？那哎，你别讲鬼叫好不好？我听你汗毛淋漓的。不是，我上哪是俺的叫呀？水利。哎，这个家家户户啊，家家户户，我们杭州人有个结婚哦，结婚是都要贴五日对联。
嗯，我记得，哎，我可就刚刚拿东西白讲，八八年发财，对，你看到隔壁那三公公也挺好的，他你是不是？王公公都挺好的，哎，去了三公馆挺好的，哎，那么为啥老李我们大门口还不去啊？人家也去的，都要去的呀，这个人责任的结果啊，哦，这个不是那，所以这个。两条么子，两条五子的，是我想晓得你，哎，你为什么这样子嘞？不能吸，哦，哎，这个叫五子对的，跟你生出两样的也，哎，不能吸，一吸就要出毛病，哦，就是不吸了，因为吃了之后，一年四季太平无事，四季平安。我不想你的，哎，要清清爽爽，一吸什么必然有事。哦，这个叫五日对立日子，就是一年四季没有四季。哦，当时应该规矩啥的，是吧？哦，这一年才年嘛，才过那一年没啥事。哎，对了对了，不是对那不对，讲人家有人总要有点事体，要么才西瓜吃了。相太公才是句句实名，缺这几个丫儿啊，说话真是无脑。我不是想先生认出来，这个东西好认出来。说话你好好就要当心啊，心中是个神子啊，现在是哪一三怎么歪了？这个你不能够无理无度，别个说出来说什么？我他抓谁？哎，这个歪本好的事情没有，啊，歪的事情没有。哦，你敢对得开？对得开。我一脚，一脚，单一脚，吃苦把那飞来说远儿，这种事情没有。啥个说远儿啊？飞来说远儿。嗯，你这个话你自个听嘛，我懂啊不懂啊，非得说鱼儿了上面。其实话语嘛最好听嘛，没有，这个因为这一点都听不懂。不是，我也不是暗示你。非得说鱼儿是外快的穷奴了。哦，比把包到外的一个不担心上的瓦皮不让当跌落来跌在你台高的，这个就叫非得说鱼儿。哦，非得话了。哎，就是非得的了。非得不是在这个帖子这个五十代里嘛在摆嘛，这是。外地人去多了，哦，侬都是想好个事，好的是越多越好。在那南海的，人家来是话是，哎，这个两天还个，哪个庙呢？哪个庙呀？这句话你话是说了话，真正我老爷子是啥？我说你来又不喜欢个事情才是南海，几个话对嘞啊啊！除了你要走出来都要提好，那么一天天呢？哎，来住在顶上，哦，住在顶上的，住在顶上。哎，这个样是本家，真是个翠玉妈妈。人家的鸭儿都叫得喂，只有这个鸭儿为了要哄。奶奶是，嗯，奶奶是，都来那贴起来，哦啊，他们要来上楼去了，啊，一看都上楼去贴了。不是，江江湖是吧？哎，江湖咱们去奶奶好吧？我知道啊，那啥地方我不晓得呀。我知道，那我自己来去好了。那你到啥地方？你我不必叫你来去。这不，你这来要是阴阴的嘛，怎么都要扛起来的了？你是哑人，笨真笨。江湖们，我们别的老地方都会不晓得。哦，老地来济南见你，往济南啊！你要了不咱们都在杀虎灯儿，再要了不咱们第一个杀虎蛋儿的，大家杀虎灯儿，小开早门烈日，神经抓死蛋儿的，拉哈子的。你那咱那搞个清爽点吧，三二六三二六来着嘞，哪能懂嘞哟？但我说这刚聆听你外面有小三，聆听嘛难懂呀，我不懂呀。哎呀，我见识的老师，我气的死来了，真的。老外媳妇答应嘛也不好，答应也不好呢。啥东西你答应啊？我等你等老师了，见识老师我让他等你。等我怎么？不是你真是我的老师啊，你是的阿彪。那阿彪的老师。那你听好，你们这到济南干的，妈的，听得懂的。你也笑了。要了不咱们都在招呼灯儿，在一个招呼男人，大家招呼灯儿，小开招门女人，神经招死男人里的人。来了来了，这灯儿我晓得个灯子，哎，胆儿，什么心里胆儿都不晓得，这个胆儿听不懂呀。哎，你吃不吃难的哟？反正大哥在吃不完。那么你几种晓得吃难嘛？你这个胆儿都不晓得，胆儿呀胆儿。胆儿，胆儿呀，喏，这个你胆儿呀，胆儿。我跟你懂，应该懂的。江鱼白江鱼的嘛叫江鱼胆儿，哦，白虎胆的嘛叫杀虎胆儿。
这个脸哎呀脸肿的脸肿的，你到俺村叫胆儿，你上村叫胆儿，我们这人叫胆儿，那胆儿是胆儿只要搞错那福袋嘛福袋吧，见你们见你吧，这个来谁吧，这个来福袋发育下面叫福吧，像这个孩子就是死的，这个眼儿这个眼儿是个王屋甚至站着你说不来听啊，我找你啊，你心里要担心了，谢谢你要找三样是乐器啊，那马上走你一张嘴巴，我用单单把你切给切是大妈啊，大妈你担心我一定要走你一张嘴巴了，要用单妈把你的心切给切，你听人家大妈的上面了，大妈那你去去玩一种不懂你那啥是真的，不是你搞的我不懂的那样子，单妈呀老亲的单妈哦我师傅哎，你们苏州人叫水布，我满嘴人叫单妈，你要说话语说出说出那个定规用单妈把你这个钱给你吃啊，哎给你打发一道钱去吧，不是打发别搞错，我弄一个小金五号弄一个小金币为师的说话语不担心把你切一切的我在你牙人们的屁股一样，好好好等下呢等下呢，我也没事看真的气这才刚来哦谁来了，这赵赵市长儿子，赵小开赵门的儿神经赵市长里的拉的了，我说拉还是了拉还是了，这什么是赵赵赵赵吧，这个你想着赵门上赵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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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都在嗯吃吃吃你哪个吃了了吃了我吃个啥东西啊你吃了了哎呀吃了你吃个吧姜你吃了了哎呀要死了你比张安的你不是能生啊这个是姜的，不是？你姜的，你分是吃不吃的呀？你不是，我给买买好包子的，哪么才是吃好的？那么你丢你没少吃，那么哪能呢？那么我想发了一帮当然蛮好吃的，这里我要摆摊呀，要吃的要吃的，这个是姜武哎，比那三两的这呀耶，这个我也吃了，上一个吃你什么子？吃点一个好了啦，我老少好几种吃嘞，对不对？哎，这呀耶这么一办法。刚盆的呀呀吃鱼没骂了，哎那个说吧啊，哎呀马上就去了，哎马上就去洗了哦，对对对，哎你俩人们要聪明一点，谁是聪明的，我老姨们你本不晓得好处的，那你晓得好处，你要好好教，等到不行你们我稍微把你几个牙水弄你哦，那哪个东西啊，嗯那哪个东西是现在我要放生你知道是吧，那不是那大不是你要好你就懂得了，你要听我的话语，这那个也听我话的。哎，这个话语你听了还等我。人家连刚才是好话。哎，一个伢儿们是叫聪明。人家用人是本是容易的事情。是呀，人家听好了啊。干别的。人家。好了。现在来狗子。好。去抓谁？要吃得对，要同人家一样。好了，人家分。好了，下去吧。要死的，要死的，要死的！老师把我拉了来，你跪的，你跪的，我以为你欺骗人家的饭粒，你把我封掉出去的。不是，我想起来稍微好点嘛，得力点嘛。哎呀，你的本事，知道而且两面分开，你这个美女。分开是吧？哎，上下分开，是不是？哎呀，这个样儿真惨，本级，反正这是本级的。你说谁讲？哎。啊，是不是人家的伢儿多少聪明？那怪倒是聪明，哎，聪明还是蛮好，还可以，还可以。这事都把他想出点门，哎，从外一站的下，啊，有个啊，今天只发五个。你给他吃个咖啡啥子？啊，人家怪说两米分开那个，你哪里呀？你哪有呀？哎，那你上天没有？我要让你聪明啊！哎呀，这个分配的一样一样呀！啊，一样一样，这个量力，这个压力，这两米一样分。那弄啥子呢？没理了，实在很想弄我们。那过节那个吃对的，吃得来这个样子，不一样母鸡蛋一样，要光姑娘来，要你是哪个？啊，那一样，不要你上冲上来啥子？哎，上来也冲，哎，对嘞，哎。
哎，咱就把他再把他这个老爷子，这个倒是家人，那没没啥事，没啥事。我说你啊，看看，我是对你一起好啊，一起好呢啊。我老爷子到城外赶紧到乡去嘞。我来啊，就在就在家。就是不要紧啊，等到天亮啊，哎，就是明年的头一天。哦，天亮了就是开年头一天。哎，那你们来有个哪哈？我烧烧香啊，做做吉利啊啊啊！那么我告诉你啊，等到我老爷一出门啊，哎，我们杭州人一回去啊，一回去等到我一出门，那你最高的你要叫一声啊，直播厉害，马上我们过好啊啊，恭喜老爷，我们大吉。哦，要关门大吉的，那么门锁一小门一小关啊，那么关上你啊，所以哪一个来开门啊？啊，敲门你都不能开，我不能开，这个开的是不吉利，不吉利来关上，就是定定要紧啊啊啊！嗯，现在现在不晓得啊，要等我老姨第二天烧香回来，你才是可以开门的。要等奶奶嘛好开，哎，你们谁会上你房开？其他的事情不能开门。哦，像是后生呢，就是哎，说起老。我说老师，你们这些人哄着我关了一下，你是贵水，你的生活没有好啊！你要想得清爽，想开始再次是把五斤米，绝对是零缺零。好，我姑娘年初五了，我是个好好教养孙子的，先先等等。那么你门关好之后，啊，把几日好开了，啥人关好开呢？哎，等我烧香回来。啊啊啊！那么你里头要预备东西，哦，我要预备什么？预备三个高僧，高僧一杯长茶，哦，我要挡住。那么等到我来敲门，我是提醒啊，哎，开门你不要答应我，我不能答应啊！里头马上三高僧，哦，等等等你。来跑上来把你站得高声一番，哎，那么你最后你要说好话嘞，要好言我老姨开门大吉，开门大吉，一进我老姨妈妈那啪一刀，好，要看这些鬼啊，要最后你要看，好了老爷，你要说好话啊，这你不能晓得。他就是你上个月，你还跟我客气嘛？我叫大家来回见，我是讲一个样子，把你看看啊！我老爷子在你啊！我想让你弄哪能乱搞这个东西啊？我是讲一个在你啊！混蛋！晓不晓得？明早早上来，你来呀，走来。哎，许心嘛，我不答应。当当当，开个啥子？对呀、啊。开开门了，就啪啦啦过来。要快就快，出来一块头。出来啊！哎，拜年，拜年。要恭喜老爷，恭喜老爷，恭喜老爷，要正正当当，一年四季，四季平安。你好话做人都要好哎，你做个榜样把人说出来，不要一句讲，五个举动。哎，对了呀，聪明嘞。怎么当了？帮妈妈放炮仗，三个高僧。不过哎，我放了地头来呀，这个我不放心的呀。这个炮仗是做生意到放上去，吃吃吃吃吃。你这个人你要放好些。这个你到底水壶里会得搞笑的，不咋子弄。这个不那么愉快了呀，年年就要扑起扑起扑起。那我好扑起了，我好出来想办法，总归不能吃香。哎，这个就是，这个你紧要紧。人不能不想，你老人家就不是想开，想来放炮仗。继续来，我女儿三十年，哎哎，三十大多五五十三。哎，你一喊许姓，我不想了，五砰砰砰不出来。这个不想呀，这个不我，这个不心想呀，怪我。你要死的，下来。我们杭州人往往是死人的活。我不是我想开，开不想开，不在此，毫无禁忌，这就是内奸。我做个姑娘小你找我是个好好教师，许昕你稍微担心一点，让我小心小心点点，让我两块钱拿出来，两块钱出来。呀，你老呀，我俩两块老去，两块老把压根的去的，我呀，啥东西？两块老少一斤，你说两块了是吧？你说龙猫不许弄羊了，不能你想了，我一说把你压根来老呀，哪个叫你去做乌龟鸡的？我叫你都两块，你吃得嘎高兴去做乌龟鸡啊？你两块老我去不好这样嘞？要死了，你那还吃这个东西叫两块了？什么叫？我同你说的是灯笼嘞，叫两块了。这个你弄到这个乌龟身上去，你近视了你。我们这个男人能管我灯笼吗？灯笼的两块，两块。我们两代人说话了，都要带一个儿子。我谁要一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啊，不能够成功一句话语。哦，比方你就小雅儿，小雅儿，家是不是帮儿毛去？不能过去玩呀！啊，你听啊，我不帮儿子呢，还故意胆战死你啊啊！比方你就小雅儿。小雅儿
带兵去了猫儿，猫儿说你大姐儿，大姐儿的想好苦一个爷儿了，门里的小三儿、灵儿，都有个儿子，带带个儿子，没有一个儿子是不能供住啊！我可能我看我想不来，赶紧来呀嘛，来燕儿，来燕儿，我到底燕儿，我今天哪块儿？哎，没有办法，来燕儿，哎，来燕儿没有办法。哎，对了，哎呀哎呀，弟弟儿，用不着，这不能我叫把你这个人用不着家里，哎呀家里去呀，咱们我说的呀啊，徐兴啊，哎，这人家的牙儿咋聪明呢？你稍微牙要人家怎么好也是啊，那块倒是钱干的了，阿福阿福少聪明，是呀是呀，这个你为他搞笨，你为他怎么懂？好吧，俺搞不相信，你到福建要聪明起来，是那个那聪明讲啥来聪明？说你已经说聪明了，哎那哎，好的啊，我就说你聪明啊，我来考不考不你？好的，来呀，来进过看。那我你那么要上山去烧香去了，我要上山，你好好教这两句好话帮我听听。我好呀我这年放心啊，还有我一种病了，那么我到听听你看啊，嗯，聪明不聪明？这是放心的，好，到试试看啊。那要么吃饭发生往山去摘香，哎哎对，摘香嘛不要往山上香放，这玩意不错。这个名堂头下，这是个不不高位，你是金山女婿？你俩聪明的，阿子阿子，好呀好呀，阿子放心了。哎，这个哎行啊，哎哎，再露面去好不好？那么正常，好。我一来问话，要你越重要，我放心了，还好淘气。我们再弄两句，你要弄两句弄得好啊！我等到未来三五分银子啊！好的，再来，我们再来两句，再来两句。哎呀，来，话要说得好啊！来呀，运气真真好。好的，好的，看你比今年还要好。好起来，好起来。我记账，革命干。好起来，好起来，干啥？这个玩意上玩一瞬间，对对对。好了。那什么都来，那已经没有了。可你一直讲下去，再提一个两句，好吧？我要提啊！你不是不晓得我老母的脾气啊？来来，三里二分银子啊！再来一两句啊！我们来呀，这今朝是在城隍山去烧香，对对对对，烧香去了。城隍山嘛，香烧好，哎，烧好，烧好香烧，烧好嘛要回来是吧？要回来了，要回来。啊！在那香烧好，哎，烧好是要香为主牌。三土也是地来也是高，放心走山往下拐一趟，拐得来四十四家家女房，到时屋里被子枪，不晓得屋里哪个天高。